现在已经开始了，这个会延迟。开始对，七秒。我们不，它又会延迟，说不定七秒，七秒，七秒。现在在，现在在，现在在。三二一 ，Hello！ 神奇公司在哪里？全心全意服务你。神奇直播开始了，来，一二三，神奇公司在哪里？神奇直播开始了，什么都说得说。好，开播了，开播了。对，我的妈呀！就是唱不响了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Hello，Hello。好，我们先准备一下，舞台交给耀庆哥。好，我们一组组上来，一组上来啊，各位，先耀庆哥来。哎，大家一组一组来啊。哇哇，真假的？哇！我们把蛋白拿掉之后啊，不散掉了就好了。哎，只要不散掉，这个蛋黄是可以，这个蛋黄是直接可以用手拎起来的。哇，这个厉害！大家看到没有？这就是一个优质土鸡蛋的证明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要证明这个怎么样可以证明它是一个优质的土鸡蛋，它是可以生吃的。我们请到一个现场，我们请到一个美食达人来到现场，我们欢迎乔杉老师。做完欢迎，是可以的。生吃，乔杉老师。生吃，乔杉老师。生吃，对，乔杉老师今天有这么如此魁梧的一个体格，这么强壮的一个体魄，那不是没有原因的，就是吃蛋吃的是吗？可是这个刚用手捏过了。对。哦。给他再打一个信号。所以这样等着是吗？不，与其被动，不如主动。朋友们，不是吧？想有强健的体魄吗？想有神仙都羡慕的容颜吗？那么就去吃我们的崇明土鸡蛋。土鸡蛋，真假的？真假的？陈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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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来就可以生吃，好吃土鸡蛋，这个口感怎么样？很黏，各位，但是很滑，各位，很好吃，哇，哇，哇！他吃完土鸡蛋之后，他站起来了，我康复了，好，不要虚假广告，好的，刚刚呢，两个小时，你这来唱出话了，阿姨在这里，对不起大家啊。刚陈阿姨在真的去广场上跳了，我们要在直播间跳啊！重来，重来。再去。这个手机声音太小了。啊，大家哎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就对着前面，好吧？姿势不对的，对。哎，这就对了，因为当地的那种有机的。对。好了吧，我们等会怎么样？没事，坐会儿。他没到。还要说的。还有啊。真的很香，哎，这个干吃的还挺好吃的，还好徐先生。这个饭是吧？放了过去再炒一炒。其实是 OK 的。他们打了这个土鸡蛋，然后拌在一起，在锅里炒一炒，更香。啊，对，更香。花椒下小葱。嗯，拌一拌。拌一拌，反正这是个平面嘛，拌一拌。一块，你去跟我一起吃去。阿姨，鸡要稍微吃一点，对吧？你平时吃鸡吗？吃鸡平时是来怕什么？来晚饭吃什么？红烧。我怎么这么多鸡啊？红烧鸡。好，杨超越。想吃这个鸡，你就吃鸡蛋。杨超越，好，我还没上连接呢，杨超越，你这个不要了。好，各位，我们现在。超越。哎呦，哎。各位好，我现在摆在面前给大家先看一下，好不好？没错了，我们这个鸡啊有三种做法，三黄鸡对吧？鸡公煲这是第二种，还有这种第三种啊，老母鸡啊，厉害了，老母鸡汤，刚刚杨超越已经给我盛了一碗了，来，哎。很好喝啊，这老母鸡汤香的没办法，可不可以给我张纸？
啊，漂亮漂亮漂亮，好吃，这个鸡非常的好吃。这个鸡好好吃啊，是不是啊？这鸡真的蛮好吃。这鸡好吃，这个蛮好吃，这鸡留给他吧。这鸡是我还是要吃的，给我留着吧。这么给力的老板，我当然要吃他家鸡，对不对？各位，好，杨帅你好好说。哎，我卖什么？哦，我卖鸭。鸡卖好来。哇哦，这个真的厉害了。咦，我这鸭。哎呀。姐，你看看这个汤清晨吧。啊，什么清晨？哎，看上去汤汁清晨吧。已经爆好了。是啊，爆好了，而且有香味，你知道吗？清晨，清澈啊。嗯。清澈。对，这个汤你看就是特别的清亮，大家看啊，就是那个就是啊，对对，我先抽奖还是先卖？都行、嗯、随便，我先看会儿。我觉得你们先坐下。啊那个现在我们就是大家可以弹幕刷神奇公司，然后现在呢我们要那个要那个点到他们的 ID， 然后给他们抽那个，不是给你们抽那个抽鸭。抽那个果酒是吗？对，抽果酒。然后现在我开始点了，我看一下第一位同学是谁呢？点，给你点住，点。哎，等会儿，点错了。哎，动一下。好，点啊，这个。那个，一会儿你就把这个手机你点到没有？扣在锅里。我点到了啊、哦！关注。哎、是小甜果，这个观众叫小甜果。然后你会收到，哎，我怎么？是什么东西吧？收到那个我们的果酒，对，然后三瓶都送给他吗？是不是？对，好，而且两瓶。一瓶了，送一瓶，送一瓶的话没必要拿三瓶上来嘛？为什么？一瓶，对，拿一瓶就好了嘛，拿三瓶上来，这会误会的嘛。哎，然后我们现在，哎呦，我再点一个，哎，点，啊，就他点完了，哎呦，这个厉害了，薛之谦抽中你的粉丝，叫千，叫薛之谦分签，对，薛之谦分签。哦，这位同学啊，你获得了这瓶酒，谢谢。对。是的，好，就两瓶是不是？好的，抽奖抽完了，哎，你可以播了。好，可以。赶走。嗯。今天你介绍的是什么？鸭，还有什么鸡鸭都有。我们现在卖的是没有鸡鸭都有，就只有鸭。不，刚刚是鸡，现在是鸭嘛？现在是。我们现在卖的是鸭。啊，是没错了。而且告诉大家啊，这个鸭啊，你看我们的工作人员连鸭字都不会写，他写了一个那个一拼音。对，看鸭，哎呀，好棒，非常棒啊！鸭，嘎嘎，非常棒。叔叔，你经常吃这个崇明的鸭吗？哎，我们经常吃一点。那一般都是红烧还是煮汤啊？煲汤的比较多一点，就是红烧的也，哎，红烧也有。嗯，其实他们这儿的鸭也是野生，走来走去的。对，经常吃一些什么？这个鸭子都是在那个水生动物什么的。哎，是在那个河里啊，池塘里面呢、啊，还有沟。小河沟里面，它吃的是什么呢？吃的是小鱼啊、田螺啊，还有一种水生物啦、都是原生态的，没有吃饲料，然后肉质非常的鲜美。然后希望大家可以购买，因为可以做什么八宝鸭、啤酒鸭以及炖老鸭汤，然后都非常的好吃。然后那个天哥，你要试一下这个鸭肉，因为薛之谦今天。你的嘴最灵了，对，我觉得你好，我也试试，好，来，或者叔叔吃，叔叔你要，叔叔你是不是鸭？我帮你们帮一下忙，帮一下忙，帮一下忙哈，你怎么帮忙？来，我这鸭看着就很肥哦，鸭子的老鸭汤，哇，你看这个鸭熬出来的油，这鸭这是最精华的，最精华的鸭，来，给超越，别，来，又是我，好的，啊，惭愧了啊。还有一个，肉质怎么样？美鸭美鸭肉，哎，我们上链接了吗？我上一场卖的是鸡，你现在给我一个鸭。那个，我们上一下链接好不好？跟三二一上个链接。来，三二一，来，上链接。哇，好香啊，是好香啊。是香味，香味很浓的，是吧？怎么样？不错，但是我做法确实
差点。啊？比起我们四川做法，我们四川还加点酸萝卜，就更好吃了。加点酸萝卜在一起，大概不是给味道香是很香的，加点酸菜，很香哎，很香的，香不香？蛮好吃的，原味，亮亮亮。哎，为什么这个屏幕没有我？啊，评论因为还没到，它现在是卡住了，没事，你就不用管屏幕，你接着播就好了。来，啊。等一下，这个屏幕也卡太久了吧？对，这屏幕卡的有点过分了。退出去再出来，进来。叔叔，你吃不吃鸭？叔叔吃了。叔叔来一个。吃也吃的。哎呀，哎，拿出来啃，好不好？叔叔来，整个来来来来来，一口咬上。别客气，哎，你来都来了，对吧？来来来，啃啃来来啃啃啃啃啃，来拿着啃，拿着啃，别啃别剥。对，从最后面开始这样吃一点。我吃一点，吃一点，吃一点。真的，真的很香，我已经闻到香味了。不错的。哇塞。很香。瘦而不柴。我尝了。因为跑来跑去，这个味道不错。这个鸭，就是肉会很筋道，对吧？肉非常筋道，这个鸭跑来跑去。我们昨天去那个菠菜园的时候，都看到这个鸭。仔仔，你要尝一下吗？好的，好的。来来来来来来。鸭，给他一个鸭翅膀，小小们给他个鸡屁股，鸡屁股，鸡屁，这没有，是鸭子的，鸡屁股，啊，鸭屁股，给他鸭屁股，这个鸭长了鸡屁股。那这样这样，来来来，这里这里这里，来吃鸭吃鸭。哇，笑笑笑，快吃快吃，美味之鸭，吃一点啊，吃的哪里啊？嗯，好不好吃？吃在屁股上面，臀部，臀部，哇，专门吃屁股皮。哇，真的好好吃啊！好吃吧？真的好吃，好吃好吃。没有这么好吃，有味道，有味道。它没有那么肥。这个跟昨天的那个鸡不一样。这跟昨天那个吊锅里鸡。对，味道非常的鲜美，适合老人小孩都可以。而且这个比较养生的。对对对吧？家里爱煲汤的朋友可以搞点回去。哎，我们这个有什么优惠吗？已经上了啊！哦，上链接了吗？已经上了是吧？上了上了上了。好，他们也是散养的，自己跑来跑去的那种鸭。哦，他也是自己跑来跑去的，跑来跑去的。他跟我刚刚那只鸡是好朋友，好不好？跑跑去，他们经常一起跑来跑去的，哎。在一个地方跑，然后。是的，没错。然后那个价格是多少来着？一百，这样原价是多少？198。198。哎，你的那个呢？哎，我本儿呢？你的本儿呢？怎么这么卡呀？啊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来，你的本儿，来，198。告诉大家原价是多少？下单的就是188。然后原价198的鸭肉，现在买到手1500克。1500块，有把我吓到。你哪有把重量说在中间的嘛？太奇怪了。日常价说完，先说现在的价钱嘛，大哥。对不起。原价198，现价是1500块。刚听到1500，立马退出去了，都是毛病嘛。前面听到你要说什么？1500块钱一只鸭。直接退出去。鸭肉1500克，原价198，现在直播到手价188。优惠方式领券10块钱，下单就送十枚土鸡蛋。土鸡蛋，土鸡蛋，十枚土鸡蛋啊，没错了。对，十枚土鸡蛋。买鸭送鸡蛋。哎，对呀，为什么买鸭送鸡蛋？对哦，这个逻辑怎么了？欺负鸭子了？欺负鸡了？买鸭送鸭蛋，鸭子比鸡贵了。那我不知道谁能，他是鸡蛋，也是陆小宝家的，也是陆小宝家的，你先打电话给他，打电话给他，再打电话，你说你想超越，来，你要送鸭蛋，那个电话呢？电话呢？电话给他打，给他打，现在就给他打，对，你跟他说要送鸭蛋，就送鸭蛋，对，不要鸡蛋，就要鸭蛋，买一只鸡，买一只鸭，送200个鸭蛋，我开个玩笑，开玩笑，别这么狠，哎，你打一下，五个鸡蛋，好了吧，你打完了，好，哎，给我看看电话号码，哎，我也管他呢，随便吧，哎，你刚才不是打过了吗？哎，好像是他吧。他那个牌子拿掉了，哎，试试个啊！哎，那个刚那个电话呢？刚那个电话，这有两个电话，你帮我看一下是哪个？啊、你电点话，电话，哎，电点话，是你电话。老鸭，从小，老鸭，老鸭，啊，给我，来，好。你是怎么卡带了吗？来，老鸭从小在村庄周边的荷塘里长大，哎、从小散养在河。不用念了，哎，电话，你跟他说你是想超越，你看能不能送鸭蛋。送多少？喂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你好，你是陆小宝吗？哈哈陆小宝，我要打过来。我们一天接了500个。我们现在已经卖到了您的老鸭。你是谁？哦，我是杨超越。啊，对，就是我们卖到你们的老鸭了，然后他们说为什么送的是鸡蛋？有鸭蛋吗？为什么没有鸭蛋？老鸭比较老。所以他不能，他是大了生不动，年纪大了生不动。哦，那可以送鸡蛋，叫他多送几个吗？那我们这边送十枚土鸡蛋，那上一次不是上一
上一轮他们的那个鸡送三几十枚，四十枚鸡蛋，那我们这个只有十枚，能给我们也加一点鸡蛋吗？嗯，就是他哭了。老薛，他想跟你说一声。你找我干什么？他把你的鸡蛋匀给人家。啊不，我在了，我在了，我在，我现在在旁边，你同意吗？我同意，老薛说，老薛开口可以同意。哎呀，你这话算是客气了。您是不是同意？你就当然，因为现在咱们在直播，很多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听得到的，所以很简单，就是今天买你的鸭子也送四十枚鸡蛋，是不是？30枚。四十枚还是三十枚？说清楚，老板。四十枚，好，买一只鸭子送四十枚鸡蛋，我的天哪，要命了！哇塞，不厉害厉害！今天买鸡买鸭，买全家全都是送四十枚鸡蛋。哇塞，谢谢你。哎呦呦，真的是，我跟你讲，那个陆小宝先生，你做人爽气啊，是吧？你做生意祝你飞黄腾达。谢谢。好的好的，那我们就帮你卖喽。啊，谢，但是我有个问题啊。啊，你还有个问题？我没有，我是想。你挂了干嘛？你有个问题你还问？你直接挂掉，你谁的问题、哎？我们在这儿卖鸡卖鸭都送一箱鸡蛋，那前面的卖鸡蛋的还用卖吗？退了，好，都退完了。退了，退了。好，对，然后买我们的鸭子就可以免费获得一箱鸡蛋，对，然后赶快购买吧，谢谢。有些想吃蛋的朋友可以直接买鸡蛋。对，就是对，对，然后我们谢谢大家，谢谢叔叔，我们已经卖完了。谢谢。下一位翟潇闻。